生儿
喇叭一杆当，二二二二二二，但是我人无一好，准备着乔装改扮如此朝，但愿得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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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让你们那龙咚龙咚龙，此去杀贼将行抽包，官叫他啊啊啊啊啊，天王恢恢，踏踏无处逃。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让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，就不是笑死你。小子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。摸门儿，孟大哥，太君把他交给我，不行这毒他。小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，罚罚、哎、老子不在乎，老子是太上老君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。我卖吗？我把滚你还能得能得滚的了。那是太君的宝贝，呸！那是观世音菩萨，是我们中国的宝贝。你们都是贼，全都是贼！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再催促自己了。另外，据我估，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。那么大、那么沉的东西，是魔法过河的。要运进山，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。我看，不如把桥给炸了，断了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。
拉住绳子，我疼了，拉你上来哦。太君。对准这儿，然后再对准鬼子，扣这教你妈！家臣，把锅烧的我帮你。八嘎！好嘞，大勇，好嘞，我在那边火腿子。大家快看地里，我们两个黑洞，大爷，快来这太君，
来，太君，快扔掉黄门面。哎呦，要开！小孩，那里有水，有水的地方都有八路了。不过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哪里有西瓜。西瓜，在哪里？そうですね。